都是同号人，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？就像围棋段数越高越厉害一样，八十岁的 Pro 版和八岁的 Beta 版当然会差很多喽。 嗨，Hi, 大家好啊！我是喵喵大师，今天来聊聊林数的螺旋上升。这是什么呀？别担心，很好懂的。例如，很喜欢甜点的人，通常先会把家乡的甜点先品尝过，再向外发展。也许是日式、意大利、法式甜点，后来变成美食达人。嗯，有人会觉得光是品尝不够，而开始制作甜点，甚至成为专业的甜点师。 起点都是甜点，但自由选择和努力的结果却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林树的螺旋上升也是这样的哟。今天来说八号人的螺旋上升吧。贝塔版的八号人算是很无奈的，可能是开局就含金汤匙出生，人生全被塞好的公主王子；也有从小帮家里扛债，从夜市摆摊赚钱，后来发迹的大老板，很有故事 feel 吧。 这么符合主角的设定，八号人应该天生就是霸道总裁的料吧？不，完全相反，在外人面前多半害羞安静、无辜眼神会引发旁人的保护欲，因此旁人会自由解读八号人的意愿，代替八号人做决定，因此从小就容易被卷进意外和人际纠纷里面，有时还会闹到要就责赔偿的程度。喵喵大师要跟八号人说：“勇敢的大人物，先向您致敬。” 八这个数字的特色就是不能控制，会因为突发事件、紧急状况，让八号人不容拒绝对方的意志、资源和交换条件，尝试预料外的重磅登场，自然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基本上，大家都不在乎八号本人的想法，故事精彩比较重要。 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请八号人放弃逃跑，即使发抖，也要勇敢面对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当发抖的时间变短了，能驾驭的场面变大了，就知道自己是新手还是老手了哦。请八号人从公平交换出发。 记得曾接受过的帮忙，至少要公平回馈对方。如果是被诋毁与重伤，牵连到自己以外的无辜者时，要为他人寻求合理的保护。至于八号人的情绪感受，喵喵大师建议学习宽恕放下，让混乱的波涛回归平静，这样八号人的运势反而平顺哦。 为此，八号人可能会遗憾没人看见真正的自己。呵呵，这是偶像剧很爱的主题之一吧？说真的，那只是剧。喵喵大师要请八号人删除这个会让一切更混乱的想法，因为选了八，懂你、愿意守护你的人会自动出现。但请先让自己的心灵能力变强大，让人觉得你值得被守护哦。 Pro 版的八号人会在生活和工作中经手复杂的金钱、权力、资讯、数据的高频率交流，精准确实是基本，谨慎小心是常态。要能习惯在高压又未知的状态中，不失优雅的调度资源，沉着应付各种情况，感觉难度很高，对吧？ 因此，越是高规格自律又宽容有礼的八号人，越能吸引到愿意合作的专业好手。神奇吗？关键在八号人的气度哦。很多人不懂为什么破版的八号人能够功成名就，而且很爱讲仁义道德。明明应该是无奸不商加不为人知的暗盘交易，才能超越平凡人啊。 确实，权力和钱很容易让人晕船，但是认真坚守仁义道德、信守承诺、穿越困境的八号人才能进阶到 Pro 的哟。要怎么知道自己走在螺旋的上升方向呢？喵喵大师的建议是：既然八的特色就是不受控制，所以八号人唯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，不要晕船哦。就像参观一零一 B One 五十楼顶楼。 观景台一样，越高风景越不同，但都是一零一，慢慢欣赏、品尝喽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